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劉南昌。以前咧喺亞視做過有個節目咧，叫做《把酒當歌》啊，有酒飲嘅。而家就今次又冇酒飲，即係睇見大家咁多人嚟咧，就追危險人物嚇。咁我咧就同樣係非常關心危險人物啊。當然啦，我哋做新聞咧，個危險人物咧係稍微有啲唔同。我哋而家追咧追世界嘅危險人物，例如。而家拜登咧，佢咧就話咧，俾人揭露話佢收咗烏克蘭澤連斯基咧$10,000,000嘅賄賂，而且咧啲議員咧就仲將佢個仔幫啲女人嘅相咧不雅照咧就擺咗出嚟，咁咧就話拜登咧就係因為咁受賄啦，所以就不斷去供給烏克蘭這個武器啊，同埋美金，咁呢個咧係咪真嘅咧？咁我哋存疑啦。咁反正世界嘅危險人物就好多好多啦。咁啊，大家知道呢個韓國嘅總理叫尹錫瑞，佢嘅太太咧啊，前兩日咧就被判監喎。當然個官司咧仲有得打緊，所以咧而家嘅世界咧危險人物真係好多好多。但係我哋啊，各位朋友，可能大家追嘅係我哋身邊嘅危險人物，所以今日咧，我哋好榮幸能夠請到翁靜晶博士，能夠幫我哋介紹佢嘅著作。咁我哋請阿翁博士上嚟，係。博士，係，請坐先，係，係。咁啊，另外咧就請這個翁博士佢嘅著作咧就係由天地圖書出嚟嘅，天地圖書嘅總經理陳建文女士，請坐。嗱，我相信大家咧都好關心啊，即係未來。我哋嘅翁博士仲發現咗咩危險人物？仲有好多好多危險人物。即係我咧嗱，我咧本來我而家喺鳳凰衛視做嘢啦，嗱請我嚟呢度啊主持呢個節目，我好高興。點解咧？因為咧你咧就喺中國政法大學讀咗一個博士，我就喺中國人民大學讀過博士，咁我哋都有啲相近嘅地方。另外咧，我喺亞視嘅時候咧，你又幫亞視拍咗危險人物，所以非常榮幸今日能夠啊幫你嚟做呢個主持，做呢個介紹。咁下邊咧，大家好關心嘅嘢咧，就唔係聽我嚟講廢話啦，就係聽翻翁博士講嘢，聽翻阿陳總經理啊，佢哋互相嘅介紹。咁我哋下邊嘅環節咧，就交俾佢兩位，好嘛？好多謝大家，多謝劉先生，係啊，係啦。咁我哋。好耐冇見 Mary， 係啦，歡迎大家，係啦，今日好難得咧，大會邀請到阿翁靜晶博士咧嚟到書展同大家一齊分享。咁因為我同 Mary 都識咗十幾年，所以咧我哋經常親切地嗌 Mary 嘅，咁所以變咗我今一路用落去都係同用 Mary 嚟稱呼。係啦，你重出江湖喎，點解呢段時間咧突然間會出翻嚟咧？係啊，係咪因為我哋之前咧有一出戲？咪有一出電影上咗畫之後，有一個懸疑人物咧，刺激讀書嘅銷量又會多咗，係啦。另外咧就係嗰個，我哋就做咗一個講座，唔夠十分鐘，100人參加，我哋要即刻要加開我哋要另外即刻加開一場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要問一下 Mary 個情況係點樣嘅嚇？其實咧，我一路都無處不在嘅。咁不過你唔係假和尚，你所以見得我比較少。咁啊 ，Terry 咧，我要先講一講先。Terry 係我老細嚟噶，天地圖書嘅打識噶。唔知道有幾多人啊，叫佢咧出嚟幫手做講座啦，佢一一都係拒絕嘅。今次係佢第一次咋，咁所以天方第一次，大家請啦，係多謝曬，多謝。因為咧，佢唔單止係阿老闆啦，咁亦都係我姊妹嚟嘅。咁我哋好 friend 嘅，咁所以真係好多謝你啦。咁你頭先問我個問題。咁當然啦，就呢一輪咧就有好多案件發生啦，咁啊好似嗰個叫做正義回廊啦，咁啊跟住毒舌大狀啦，全部都係以一啲真實嘅個案拍成一啲電影，咁個電影好成功，咁而且入邊啲橋段啊都好耐人尋味嘅，咁同埋最近我哋又知道有呢個青紅蘿蔔案啦，青紅蘿蔔湯案啦，咁
因為費事講人哋個名啦。咁咁變咗好多呢啲咁嘅怪案出咗嚟之後，啲奇案出咗嚟之後，咁當然亦都會帶起我哋個奇案系列噶嘛。咁因為好多導演咧，其實都有聯絡我嘅，咁就話不如誒同我出嚟傾下，咁咪改編一啲故事咁樣。咁因為實在咧做咗咁多集，寫咗咁多嘅案件，亦都做咗咁多資料搜集，其實咧一個天衣無縫嘅謀殺案係點樣嘅咧？是怎樣可以由始到終完成了這件事，你是不會被人捉到呢？就算捉到你之後，又怎樣可以完全可以逍遙法外呢？那這些這樣的故事呢，很多導演都想知道的。那我是有這個資料的。你大把資料，因為最近呢 Mary 應該都是還熱辣辣地出現在大家的面前，因為最近有一個案件呢，或者要請你介紹一下，就在兩三天之前就發生的。係啦，我都唔知點解咧，硬係咧同啲危險人物啦、悍匪啦、重案啦、罪惡啦，全部都係好似超衝著我而嚟嘅。咁我有件事我一路都冇講俾你聽嘅，咁我都會講啊。即係有一個我唔開佢名字，我唔知道你估唔估到啦。有一個好明星好大嘅一個賊。賊王之王都是張子強那類的賊王之一的了。他過去差不多八九個月就打羅地找我，最近還找雲海來找我。其實他找我我知道的，他想找我幫他寫一本自傳。就這個人現在是美國的，但是我就沒答應到。所以你說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總之我不去找人，人家會找上我頭上的。咁你話最近呢個新聞啦嚇，就係大概幾日之前嘅啫。咁啊，前日出嘅新聞，咁就屋企咧嗰個印容姐姐咧就俾佢個老友，個老友咧就話俾佢聽：，哎，我諗到條橋啊，識咗間嗰啲匯錢店啊，只要你咧一超過30,000蚊一次個匯啊，嗰啲匯率高好多噶。咁佢咧就真係信佢講啦，咁啊閨蜜啦。咁然後到佢儲到40,000蚊嘅時候，咁佢閨蜜就知道咗啦，就喺今年5月23日嗰日。就打電話俾佢，喂，你今日快啲嚟匯錢啊！今日個匯率係最靚嘅，平時係1,900蚊嘅啫，一蚊兑，今日2,500啊！但係淨係上晝嘅啫，你上晝唔嚟咧，下晝冇噶啦咁。咁我個工人咧都唔好噶啦，佢又炸雞呃我話幫啲貓去買魚啊，其實就唔係嘅，就成日都出去就去搞佢自己啲嘢。咁啊出咗去成個上晝就起滋滋咁翻嚟，就諗住就匯咗40,000蚊啦。咁但係咧，嗰個雜貨鋪就同佢講，就話大埔啊呢間嘢寶香寶香坊啊。咁咧個雜貨鋪就話啦，俾你咁高嘅匯率咧，有一個代價嘅，就係錢唔係即到嘅，就要等要等到一個月24日，6月24日啲錢就到噶啦咁。咁結果啲錢啊，梗係冇到啦。咁啊，仲有仲奸嘅咧，就係佢呢個閨蜜朋友咧，即係呢個印尼界 KOL 嘅女佣啦。咁呢個即係叫做帶嗰啲人去俾人呃嘅呢個工人。咁咧，其實就喺5、6月嘅時候，已經同我工人咧就通過 agent 揾到份新工噶啦。咁我呢個姐姐唔幫我續約噶啦。咁所以咧，佢計啱曬啲時間，佢係7月10日滿約嘅。咁佢到東窗事發嘅時候咧，大概係7月5日。咁嗰個壞人咧，仲竟然同佢講：你揾阿翁靜晶幫你啊！你唔續約，你咪揾佢幫你啊！咁樣，仲要咁樣去整我個工人喎。咁冇辦法啦。後來我姐姐真係同我講啦，佢話我真係冇辦法，我俾人呃咗我1年嘅人工，我係每個月收你嗰5,000多蚊人工嚇，計埋下欄6,000蚊，我就儲到4,000，一路就係咁樣儲嘅，係血汗錢嚟嘅。咁我諗，我其實都唔想幫你啊！你嫌棄我，你唔同我續約，係嘛？你飛我喎而家，咁其實好 hurt 噶嘛，係嘛？即係俾個姐姐飛咗。咁但係見到佢又真係好可憐，咁後嚟又知道原來嗰個奸臣咧，那個奸妃咧，同佢揾埋份工喺美孚，話我住大埔縣嚇，揾個美孚個可以出去玩咧，就方便好多。咁我都幫佢咯，咁於是咧就幫佢落去就找晦氣啦，就發生後邊嗰段片咯。咁啊呢段片咧，嗱你一睇完之後咧，你就知道點樣去部署一單嘢。咁我都要承認我自己對部署就幾好嘅。嗱第一件事。工人姐姐佢揾我幫手，佢嘅意願咧就想我落去雜貨鋪嗰度咧就找晦氣嘅。如果我冒然咁樣走落去，我講錯説話，咁我會變成刑事恐嚇勒索，乜嘢都會發生嘅。嗱，真係睇有個好惡嘅背後大老闆走出嚟兇我噶，佢哋都唔係簡單嘅，佢哋嗰個
鋪頭集四周圍咧，有好多集團，有天文台嘅。你入去同佢攞錢咧，有人喺度偷偷地拍緊我噶啦，已經。咁好啦，如果我咁樣踩入去，我有機會由原告被捕變被告嘅喎。而家你香港要小心喎，分分鐘你走去做原告，做做下你俾人拉咗入去咧，就做被告人啦。你知道有唔小心嘅地方，咁我點樣去拆咧？法律要好留意，要好留意嘅。咁我點樣咧？我諗到啦。叫埋《星島日報》去，我第一個打俾東張西望噶，有傳媒，好好形容喎你。係啊，但係東張西望咧，我嗰日就冇打俾佢個即係個主編，即係冇話打俾阿 Terry 咁高層，我就揾咗個主播，佢話得，我幫你去問。咁我同一時間又揾咗《星島》，《星島》居然咧就一個鐘頭之後話我哋接，聽日就去就喐啦。咁佢快過東張西望嘛。係咪啊？咁個工人姐真係喺度喊緊啊，等等震啊，啲錢唔見咗40,000元。那個工人即係直情係冇心機到咧，我同佢喺花園度做緊嘢咧，佢唔知點解成棵樹倒落我塊面度喎，成棵樹拍正我塊面，哇！我話，然後跟住又燒窿嘢啊，乜嘢都齊曬，我話就嚟要出曬雲啦，係出意外噶啦，就嚟冇雲拍係真係冇咗噶啦。咁我話咁呢個聽日做就聽日啦。咁點解要揾記者咧？嗱，如果你要揾記者同你一齊去。這個就變成一個叫做偵查報導，咁變咗係有傳媒有一個公正嘅第三者喺度咧，就用一個公正嘅手法陪埋你去啦。萬一警察到場，萬一佢殺賴，第一我哋已經係全部咧入去嘅時候咧錄曬影、錄曬音嚇。第二咧就有佢哋行前線，就絕對就唔會變咗我去恐嚇勒索啦嘛。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部署嚟嘅。咁好啦，咁跟住落去咧，咁我亦都咧有帶埋咧劉師傅個徒弟阿 Mark 嘅。咁你會見到阿 Mark 喺嗰度出現嘅，因為點解咧？你去同呢啲咁嘅人去攞翻錢，你知唔知呢單 case 咧？唔係得一個40,000元啊，係有十幾二十個受害人嘅之前，有啲係直情匯到8-9萬元冇曬嘅。咁你話呢啲咁犀利咁樣去呃你錢嘅人，佢哋有冇後台咧？有噶嘛，係嘛？你走去同佢攞錢，佢攞把刀出嚟劈你都仲得。咁於是我亦都籌備咗武林高手喺度嘅。所以有保鏢要係啊！我有男同埋女嘅保鏢各一嘅，女保鏢都有一個阿 Mark 嘅老婆，因為萬一有咩肢體碰撞咧，男人一喐咗掂到個女人就你就嚇你就真係又話你非禮啦，所以就穩定一個女嘅。一陣你會見到有個女嘅比較高大嘅，嗰個咧就係女保鏢嚟嘅。阿 Mark 咧，劉師傅徒弟咧，開咗間保鏢公司，咁咧就專係訓練一啲男女保鏢，乜嘢國籍都有，有黑人啊，有白人啊，藍色嘅都有啊。咁咧就係幫你做保鏢嘅，咁就呢、這個就所以見到阿 Christy 係其中一個噶啦，咁所以嗱呢兩度咧黑同白嘅兩個部署咧都準備定啦，咁然後咧就你可以睇咗片先啦。好啊，我哋睇下個新聞片，似乎阿翁志堅就嚟要開一間偵探社。周俊，你幫我點解你冇換？點解要咁樣做？邊個教你嘅？星岛申诉收到外佣姐姐联同雇主翁静晶的申诉，指为数不少的外佣怀疑在大埔一间有汇款服务的印尼杂货店入边被骗数万元的血汗钱，我哋就找嚟事主现身说法啦。咁呢个汇钱的铺头咧就是一间印尼的杂货店嚟嘅，通过呢些杂货店去汇钱咧，那个汇率系高很多，手续费又低很多。咁而且咧，佢哋一班朋友咧就諗咗一條橋咧，就係話你每個月咧將你使剩嗰啲錢咧儲埋佢，咁你儲到一嚿大錢，一個大錢咧，你個匯率就好靚嘅啦。而翁靜晶嘅外佣姐姐就成為其中一位受害者，佢喺今年5月23日拎住辛苦儲落嘅40,000元去呢間鋪頭匯款，打算寄翻鄉下俾屋企人。佢就話：我哋俾咁靚嘅 rate 你，就因為啲錢唔係即刻到嘅。啲錢咧係要到6月24日先到，咁到6月24日，印尼嗰度收唔到錢，佢就開始驚啦。She said, in trouble, not connect, just like normal. Don't worry, she said. 我唔知點做，我想攞翻我啲錢咯。苦主 Borani 發現未成功匯款，星島申訴王呢一日就陪佢同埋介紹佢嚟呢間鋪頭匯款嘅朋友，仲有僱主翁靜晶，一行人一齊到涉事店鋪了解一下。點解你哋可以收咗人哋嘅錢？人哋呢一年嘅人工血汗錢，你哋可以咁樣去呃人嘅錢啊？錢去咗邊度啊？點解你同人匯錢你冇匯咧？你知唔知犯法㗎？你咁樣做法？但係翁靜晶一路講，呢位著紅衫嘅老闆娘就一路粒聲唔出。今日唔該你還錢。40,000元即刻还晒佢，唔还就去警察局，唔该。
突然之间，呢位怀疑呃钱嘅杂货店老板娘喊起上嚟：，我真系慢慢还俾人哋嘅，我唔系真系呃你哋。疑似骗财嘅老板娘声称系佢前夫攞晒铺头收翻嚟嘅钱去还赌债，令到唔少外佣拎佢铺头想汇翻乡下嘅钱离奇失踪。我唔想再咁样落去啦，你知唔知啊？如果唔系呢个问题，我从来都唔会咁样骗啲钱嘅。我意思咧，嗰个钱咧可唔可以听日先俾翻你？老板娘一边哭诉，一边反转成间铺揾钱还翻俾 Barani， 期间不停打电话问人借，再去埋隔篱铺头借钱，唔会买咁多钱噶啦呢度。直到老板娘嘅前夫打俾佢，场面就演变成老板娘前夫同翁静晶直接对话。咁你都冇权攞佢啲嘢噶喎，我攞翻个工人俾咗佢啲钱啫。你攞翻啫，就喺铺头攞只等住抢。你而家你攞，我可以报警拉你。好啊，你嚟啊，不如我等你啊。唔使等我，你个铺头争我哋嘅钱，佢而家自动攞翻啲钱出嚟，其实我哋而家就开始要报警噶啦。结果扰攘一轮，前夫未有现身，老板娘最终都系去柜员机揿钱，还住少少钱俾 Barani 先。苦主 Barani 呢一日先成功攞翻用胶袋装住嘅7330元，第二日星岛申诉王再陪 Barani 去到铺头，终于成功攞翻余额嘅32670元。事后翁静晶亦陪同 Barani 去大埔警署报警，希望警方跟进事件。星岛申诉王就事件向警方查询，相关人员回复指警方分别在今年五月和六月接获两宗同大埔乡市会坊一间杂货店汇款纠纷相关的报案，现时两宗案件的涉事店铺东主都愿意归还相关款项，目前两宗案件均列作纠纷处理。而星岛申诉王亦就事件向海关查询，发言人回复指得悉今次事件后已经即时作出跟进，如果发现有违反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事件能够圆满解决， Barani 事后特意拍了一段片向所有帮助他的人表示感谢。多谢线索申诉王， Thank you for sir and小姐 for helping me to collect all my money, because that mone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becauseI earned that money for almost 1 year.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 guys. 咁喺呢度咧，我都好想多谢翻星岛申诉王嘅。咁我都觉得今次呢一个行动好快速，喺两日之内就可以攞翻晒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又再次发现啦，原来咧传媒嘅力量系好大嘅。咁我要呼吁乜嘢咧？就系呼吁咧，其实各位雇主啦，要提醒下你自己屋企嘅姐姐。咁我哋有好多正確嘅體系啦，就唔好咧去一啲雜貨鋪啊、服裝店啊、洗頭鋪啊呢啲地方。你申訴，我跟進，揾9199993。多謝阿 Mary 又再打破一個正案件，係啦，為民請命，為民嘅。而家連假錢裝案都涉埋，你話，仲要係冇錢收啊！咁嗱，你見到啦，中間咪有個人走出嚟話你打劫啊，即係佢淨係話你搶劫啊，又兇我咯。是吧？不過我覺得你仲似個大家姐。是啊，但係人哋叫我做係啊，有氣勢先至可以，即係好有呢個江湖大佬嘅呢個氣場啊。嗰間鋪頭話嗰班人咧，即係嗱，咁其實我哋嗰陣時俾人反拍緊噶嘛，佢哋揾人都拍緊我哋嘅。咁佢拍完之後咧，就將我嗰張相咧就 send 俾個集團老闆啦。睇完之後，哇！即刻咧就話還錢俾佢，快啲還錢俾佢。驚曬，即係驚咯！直頭就話你索著火水啊嘛，係嘛？你索油索著火水，索到咁樣，咁所以就都有啲驚嘅。佢哋就係、是，所以喺案件嘅過程，我哋都要知道一啲法律嘅常識，同埋咧最緊要就要報警啦。咁呢一度一去完攞翻幾多得幾多之後，嗱我就一路咧，點解我唔喺之前報警咧？原因就係因為之前咧，佢哋有啲姐姐應該一大班人，有好多人去咗報警噶啦，有幾個人報咗啦。報咗之後，你見到佢都列作糾紛處理嘅，佢唔理噶嘛。咁你如果報咗警，你唔俾警察去做，你自己去做，你就唔啱噶啦。咁你就喺報警之前攞得翻幾多就得幾多。咁我就唔會抵觸咗呢頭你去報警，嗰頭你自己執法，咁就唔好啦。
咁所以咧，我係攞翻7,300多元嘅時候咧，嗰一晚咧，我就係通過電子渠道，係用電子報案方法去報案嘅。咁咧，亦都知道佢哋做嘢係冇咁快嘅。嚇，咁我就攞咗個報案，係啦，咁我就攞咗個電子嘅報案 number 先，E 字頭嘅。第二朝頭早約咗佢哋4點翻去嗰度攞錢嘅。咁但因為佢哋拍咗我啲片，好驚啦，佢哋就即刻聯絡阿蒲安妮，就話唔使4點嚟啦，2點就好嚟啦。唉，俾翻曬啲錢你，以後都唔好再嚟揾我哋啦，唔該嚇。咁所以嗰日咧，朝頭早我就直情就再打埋電話去大埔警署報案室，我就話我琴晚咧通過電子渠道就報咗案啦 ，number 係呢個號碼。咁你哋跟進成點啊？發派咗落嚟大埔未啊？佢哋話未。咁 OK， 咁我等你消息。等到差唔多到時間啦，佢哋都冇打電話嚟啦。咁我哋嗰日我係冇去嘅，因為我係報案人，所以我唔去啦，自己。我等你發派啦，我去到我又係變咗呢頭，你報案嗰頭，你自己去執法就唔好啦。咁所以嗰日我冇去啦。嗱，呢個又係部署之一個方法嚟啦。咁就由阿 Mark 咧，佢哋就陪阿保安嚟去攞埋條尾數。咁然後跟住我就一路就再打電話去警察局度話：喂，你哋幾時會落口供啊？因為佢仲有幾日就唔係我工人咯喎。咁你揾唔到佢落口供咯喎。咁就後來咧就落咗口供。咁但係反而海關咧就比較主動啦。咁喺呢個中間，當然我做咗一樣嘢比較緊要啦，就擺咗上 Facebook 啦。咁啊，跟住佢哋都睇到啦。你差唔多每一個留言、每一個 comment 咧，我上到去佢哋都有跟到嘅。咁佢哋都好重視自己嘅形象。咁所以咧，咁就成件事就快速咗好多咯。咁但係最主要咧，佢就話你都好嘢啦，你咁快幫佢攞翻啲錢。善用傳媒的力量，但是這件事的背後雖然成功了，但是 Mary 筋疲力盡，還有先生阿 Son 都是，因為我們這段時間都叫做有準備一下個講座，但次次他打到去，不行，我明天又要上，我又要去捉人，所以我已經不得閒了，好累好累，是的，所以我們要多謝你，是的，用這個力出來，多謝，為姐姐醒，多謝。其實這個只是其中一個的案件，在以往你寫了20多本書裡面，其實都牽涉差不多我想160個個案，你都已經寫了出來了。未來可能你還有更多案件是未，即是可能跟大家再分享的。那在以往你寫的奇案裡面，有哪些是印象是最深刻，或者哪個你是最害怕的？深刻的呢，當然就是一些比較冤枉的案件。那我記得我寫得最長的那個有8000多字的呢，就是紙盒藏屍案。那個案下就是我寫得最長的8000多字，差不多即是一個小小型的碩士論文的了。為什麼會寫這麼多呢？就因為他這宗案是審完又審的，他有初審推翻了重審，再跟著再是判到的。那裡面有很多很多以前的剪報，還有他每一次的判刑，他有一些判詞也不在公開的地方找到的，還要上去個法庭的圖書館，即是高等法院的圖書館找的。那變了我覺得我有這樣的責任，將裡面所有的東西巨細無遺地寫出來。而後來我都認識了歐陽炳強，這個人真的沒有做的，他真的是冤枉的。所以你說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這個冤案坐了幾十年的人。他被人拘捕的時候，他剛剛結婚，剛剛買了一層樓供緊，有個 BB 出了世，很幸福的一個小家庭，他就一夜之間就什麼都沒有了。太太一直等到最後沒辦法再推翻了，去到終審了。後來再過了一兩年，太太就來探他，他說我要嫁人了，我要走了，那個 BB 也會跟新的丈夫，你不會再找到我們了，我們重新開始了。這個人是什麼都沒有了。咁所以呢個係印象好深刻。後來咁佢就放咗監啦，咁佢放咗即係放咗出嚟。咁佢個放監個過程咧都係好悲慘嘅，因為佢係終身監禁，理論上係冇得放嘅，只係可以咧根據一啲條件，你行為好啊，又或者根據最緊要就係心理醫生嘅報告咧評估過你先可以出嚟嘅。咁有冇人聽過我講過啦？呢個已經，如果好多人聽過我講，我就唔講點解佢點出嚟咯。哦，冇聽過，好，咁我再講，好，咁點樣出嚟呢？嗱，其實咧，如果一個謀殺犯啊，咁你見到，我覺得你哋都知道有林過雲啦，呢個係比較難咧出得嚟噶啦，因為你殺好多個嚇，咁唔係一個，咁而咧個心理評估咧，佢由頭到尾好似林過雲咁，佢都冇精神病嘅，佢只係一個叫做人格障礙，叫異常人格異常，
咁呢種人有冇辦法再確保佢？佢唔係有精神病醫翻好冇？佢唔係喎，佢係冇病嘅喎，佢只係人格異常，佢同你唔同咁解。咁、那個重犯機會咧，好難評估嘅，就好難出嚟噶啦，甚至乎出唔到嚟嘅。但係咧，歐陽炳強呢、這個佢只係一個個案，咁佢咧都係要經過精神科醫生、心理醫生嘅評估先出嚟嘅。咁如果你哋記性好嘅咧，呢、這個叫做卞玉英嘅女死者咧，係十幾歲嘅學生嚟嘅。佢被發現嘅時候咧，就擺咗喺一個30几寸嘅電視機盒入邊嘅。而當時嘅社會情況，七幾年係好窮嘅，邊個人會可以買一個30几寸嘅大電視咧？咁其實如果要縮窄個電視機，合屬於邊個嘅範圍咧？應該係唔難嘅，但係當然其實警察當時拉咗佢已經有一個假定嘅對象係你㗎啦，我要結案啦，我領工，我快已經破咗案啦。咁其實香港類似呢一種咁樣嘅冤案咧，唔止呢單嘅嚇，仲有嘅，起碼都仲有幾單我知道，有一單仲到而家都坐緊嘅，就係1980几年發生嘅嗰、那個1993好似係嘛巨鑽謀殺案嚇，嗰單都係冤獄嚟嘅，仲坐緊嘅。咁好啦。咁啊，卞玉英個屍體發現嘅時候咧，佢個乳頭啊係俾人割咗嘅，而佢個陰部咧係俾人攞火燒過嘅。咁好啦，咁基於呢兩點嘅問題咧，咁、那個心理醫生就要問佢啦。因為嗱，當時點樣啦？歐陽炳強坐咗成30几年噶啦，正常咧，譬如你殺一個咁計啦，你都過咗精神評估都可以俾你放噶啦。即係其實香港平均坐28年嘅啫，終身監禁。你唔係話殺好多個嗰啲啦，唔係連環殺手嗰啲。咁好啦。咁啊，28年佢過曬噶啦，咁但係佢人品好好嘅，佢一個好斯文、好書生型嘅人嚟嘅，矮矮嘅。咁嗰啲獄警啊，所有入邊嗰啲人啊，都同佢講：喂，你啊坐咗咁多年，人哋都放咗5年啦，你啊太過執着啦，死都話我冇做啊，我冤枉嘅。你咁樣係永遠都唔使出去噶啦，因為法律話你係有罪嘅，你就有罪啦嘛。你仲喺度拗，你咪永遠都出唔到咯。咁於是咧，佢就把心一橫，我認我有做。嗱，呢個係第一個條件，你一定要認你有做。好啦，認咗你有做，你先至可以基於咁樣去認錯啦，咁先有得放喎。咁好啦，心理醫生問佢啦，咁啊，歐陽生，我想你又認錯啦，你又話自己啊好內疚啦。咁我想問你，當時點解要去剪，即係切咗佢個乳頭同燒佢嘅陰部咧？你解釋你個心態俾我聽下。嗱，佢自己親身同我講啊，佢講唔到，解釋唔到，因為你冇做。你點可以去解釋你當時做呢樣嘢嘅心態呢？冇得解釋嘅，就答唔到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嘅評估都係答唔到嘅，冇辦法作出嚟嘅。你點作呢？到最嬲尾嗰個心理醫生就話：得啦，我知道啦，評估通過啦，明白啦。真係有好人嘅，就真係有好人嘅。結果就俾佢過咗，就俾佢出咗嚟啦。出咗嚟之後咧，已經係50几、60岁嘅人噶啦。咁咪揾唔到咩工做，就去一個教會嗰度幫人清潔洗手間咁樣，就咁樣啦，就度餘生嘅情況都唔係太好。咁但係都好過喺入邊。咁呢個案你話我最深刻嘅就係呢一個啦。我諗奇案仲有好多更深刻。未來嘅日子你會有咩考慮啊？出版方面，未來嗱，我哋咧就今日就最緊要就係出咗電子書啦。咁咧就同埋都有發聲書。咁變咗我哋啲讀者群同嗰啲書嘅距離越嚟越遠，老花嘅時候，你就可以用聽嘅方法去聽咯。咁有普通話嘅，咁呢個就係第一集。冇錯，我哋嘅第一集咧係做咗個普通話。咁第七集咧，我哋就有翁靜晶小姐嘅自我演繹嘅，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可以聽下，即係個效果係點樣嚇，讓大家了解一下。三孩之母竟是殺童真兇。呢個係普通話嘅版本。由于案件一直未能找到任何可疑人物，不久便被列作悬案而搁置下来。但到了死因庭判决后的3个月左右，案件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发展。加入警队10多年，曾处理空姐荣尸案而名噪一时的马志坚督察被调到大埔警署。当他翻看这宗悬案的文件，我哋而家不如又听下粤语版本系点？听完咗呢个版本之后咧，应该系 Mary 自己嘅声音嚟嘅。就系阿云莹啦，因为见到爸爸，但系啲警察咧就真系吓咗一大跳啦。咁如果眼前呢一个人系户主，头先开门个男人系边个啊？咁原来将警方戏弄一番嘅，并唔系阿云莹啊，而系个歹徒。呢一次咧，警方啊真系冇晒。
我想是自己屋企自己聽都驚嘅，梗係唔會啦！你要嚇到我都好難啦、啊，鬼都見咗咁多次咯，係咪？即係連鬼都出現埋啦，我仲有咩好驚咧？其實都冇咩好驚。即係最驚冇人買嘅啫啲書，所以咧而家我哋積極儲備，睇下喺出年、明年會唔會有危險人物2.0嘅出現。係啊，寫緊㗎啦。咁啊，點解啲普通話唔可以自己錄呢？就因為我嘅普通話正規考試都係去到月等嘅啫，未去到甲。咁啊，唔可以報新聞嘅，唔夠夾嗰啲，咁所以就要揾人做啦。係啦 ，Mary 精彩人生，經常生活節奏頻繁，又會讀好多唔同嘅即係嘅 degree 啊、保險啊、法律啊咁樣。我想請問一下你點樣去處理呢啲嘅時間呢？其實就嗱有一個方法嘅，呢、這個方法好重要嘅。嗱，我係一個咧可以突然之間將個專注性咧收翻翻嚟嘅人嚟嘅。咁點解呢？因為其實日人都有得24小時，但你要做每一樣嘢。好多時候咧，譬如你話你係種緊花嘅，你而家突然間要去睇書，或者你睇緊書嘅，你要去煮餸，你係做緊唔同嘅嘢，突然間轉過去做嘅，咁你就要有啲時間去慢慢適應落嚟啊！要過一段時間，你先至可以由呢個種花去到睇書嘅心情。嗱，我點做呢？我係靠禪修嘅，每一晚呢。我係瞓覺之前咧，我就會做一個叫做呼吸嘅禪修，就將自己嘅呼吸吸同呼吸同呼，你將成個嘅 focus 即係成個專注力係喺你個呼吸上邊。咁呢啲叫做觀息禪修咧，你哋上 YouTube 都揾到嘅，冇咩宗教性質，乜嘢宗教都得嘅。嗱，我老公喺個教堂度做嗰陣時，即係教堂嗰度做嗰個 meditation 嘅。咁你變咗每一晚咧，我最少都做5分鐘嘅。咁你個專注力咧就會加強好多噶啦。咁就變咗你一專注嘅時候咧，你可以做好多樣嘢嘅同一時間，或者係喺一個時段入邊接落嚟接落嚟，我係可以好專注嘅。我而家做畫畫咧，係嘛？即係我就變咗係用個畫畫咧，其實都係一種禪嚟嘅。好似有啲人話寫心經啊、畫佛像啊，呢啲都係令到你個人可以專注。其實我哋做唔到咁多嘢，成日都覺得唔夠時間，就是、因為我哋唔專注。譬如你明明喺度啊畫緊畫，你又諗下打機啊，又諗下聽電話。你如果一唔專注嘅話咧，你冇咗呢個叫做 mindfulness 嘅話，你就會做得好少嘢噶啦。近年嚟見到 Mary 有好多嘅創意嘅作品，嚇佢一路畫佢自己嘅即係油畫啦，同埋佢亦都有寫遞書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今次咧稍後我哋有一個簽名會之後咧，如果現場買書嘅朋友咧係得到啊翁小姐嘅一個畫作嘅，咁可以睇一睇一條片咧，就係 Mary 嘅作品嚇，我哋欣賞一下。呢個係我近日畫嘅，我畫咗呢個象頭神啊！呢個象頭神係印度嘅，同埋呢個咩葉啊？突然間講唔到，菩提葉，呢個我媽嚟嘅，係我媽好靚嘅，跟住有畫下呢個水彩啦，咁樣。呢個是我發明的，呢、這個就一陣你哋會攞一張呢個噶啦。我哋做了個 poster， 呢、啊、一張嚟解釋。呢、這個叫河東家族啊，咩人都有啊，有吸血僵尸啊，有孫中山、啊，有孫中山、史泰林啊，乜都有。呢、這個觀音菩薩影唔到個頭，呢、這個韋陀菩薩嚟嘅，呢、這個就係護法啦，護法尊天韋陀菩薩，專係殺啲壞人嘅。呢、这個彭楚瑩嚟噶，你睇唔睇到啊？哎呀，閃走咗啦！嗰張畫咧，畫畫下我喺埲牆度咧，見到有個影啊！咁結果我跟住個影勾出嚟咧，就係彭楚瑩嗰個相嚟噶，好驚啊！一閃即過，所以翁連晶精彩人生啊！所以之前咧，佢得到一個嘅獎項，係有人頒發咗一個嘅獎。是我頒給人係嘛？但係咧，嗰個設計咧係由佢先生阿 Sean 咧去做咗一個嘅。呢個唔算啊！呢個老公擘大隻眼，碌大隻眼，呢個係佢畫嘅。佢話唔可以俾人睇嘅。嗰隻眼我唔係我擺上去嘅，係佢啊！未完成嘅作品啊！係佢未完成嘅作品嚟嘅。係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下嗰個嘅章金章。這個是頒發給傑出女性，這個叫做無名女俠的
獎章就係頒俾一啲咧默默耕耘，但係又從來都唔會有人記得你個名字，你又即係永遠都唔會行喺前線嘅一個獎章，咁就係足金嘅，咁就係河東文化基金嗰度就頒出嚟嘅。咁你知啦，嫁咗俾佢哋，咁啊梗係要做翻少少嘢嘅。係嘛？即係咁就同我平時唔同。咁老實講，有少少真係唔同嘅。我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想點就點，做乜就做乜。起碼喺街上面就唔可以再追假和尚啊呢啲咁樣嘅嘢咯。即係你而家要做個 lady 啊嘛。咁你諗下有幾辛苦啊？對我，我其實今日穿住呢個高踭鞋，我都辛苦到不得了嘅。要坐到咁正都好痛苦啊。其實都完全違背我性格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所以多謝你今日嘅出席。我哋希望喺未來嘅日子跟住 Mary 嘅眼睛去看世界。咁聽出年嘅書展，佢嘅新作會唔會喺呢度出現？係啦，咁可能而家咧，我哋就到咗一個 Q&A 嘅時間，係啦。咁我哋可能今次因為時間問題，盡量滿足讀者簽書，我哋就會接受三條問題嘅。咁就要麻煩現場嘅工作人員。你嗰啲 postcard 係咪有咁多人可以夠派㗎？我哋係有出邊即係賣書嘅，我哋會係送 postcard 嘅。O K， 係啦，咁同埋如果要買書先俾噶。咁如果我多嘅，我可以送俾讀者嘅。咁我哋咧今晚啦，你俾佢哋啦。我哋有嘅係啦，我哋夠發咧就做送曬嘅啦。咁同埋我哋今日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帶咗一個印嚟咧，就係做咗頭先剛才嗰個章，係俾大家留念嘅。嚇，咁就有呢位女俠嘅獎喺度。即係唔係送個金俾你啊？唔係送個金，係送個獎。係咁，我哋而家 Q&A 嘅時間，第一條問題先，麻煩工作人員同事。你好啊，翁博士，即係你嗰個危險人物，我好有興趣啦。但係我好似見到，即係以我所知，係咪都係十幾年前出，即係最後一，即係唔係最後一本 ，I mean， 即係最新嗰本。咁即係而家香港都好似發生到好多其他好危險嘅嘢。咁將來會唔會繼續出呢個系列啊？出啦！我而家咧就做咗嗰個新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咧就等我儲夠30集咧，就一次過出。點解要儲多啲咧？因為驚住你出咗5集之後，我又去咗邊度旅行咁啊？停咗啦，咁唔好啦，咁所以一系列咁出，咁都系而家啲新嘅案件嚟嘅。咁一出咗之後咧，咁其實同一部咧就會再做翻寫翻一啲書出嚟。咁就因為你知啦，你講係十幾年前，但係你殺都要有時間殺噶嘛，係咪啊？即係我由零幾年開始到寫咗十幾年，寫咗咁多本，咁有得寫嘅俾我寫曬啦，我又揀啲精彩嘅。咁而家等咗十幾年啦，中間有好多話題啦。咁我又可以再寫一輯出嚟咯，咁都要俾啲時間啲事發生嘅，唔係話幸災樂禍啊，對唔住啊。好 ，OK， 係第二條問題，或者請嗰位女士啊，頭先佢舉咗手好耐。其實我第一個㗎，因為我坐去邊邊咧，佢哋睇唔到我。咁我就即係頭先聽你個個案咧，就真係真相大白。咁啊，市民唔係睇到好多你啲書，但係好有趣咯，覺得係，同埋覺得你係好有正義感，同埋都係好肯為民請命，所以真係好尊敬你，翁博士。多謝多謝。咁第一樣咧，我想問問咧，其實到最後咧，卞玉英嗰個真兇揾唔揾到咧？即係雖然我哋係個冤案係解決咗，但係真係都係好好沉重嘅一個好悲劇嚟嘅，我覺得。咁其實嗰個真兇揾唔揾到咧？嗱，咁樣講啦，香港咧就冇一啲叫冤獄賠償制度嘅。咁咧就我曾經有幾一個冤獄我做過咧，佢哋都政府要佢簽訂一張承諾書，就話我哋俾你翻到案嘅話咧，你係唔可以追討嘅，因為佢哋冇呢個追討機制。嗯嗯嗯，一賠起上嚟，你諗下你將個人冤枉揾咗30多年，你要賠幾多錢啊？1億啊，10億啊，係嘛？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候咧，就算個真兇出嚟咧，都唔會出聲噶啦。好似嗰個巨鑽謀殺案嗰度，明明話兩個兇手噶，你而家最叻咪捉到一個咯。咁仲有一個咧，佢留低 DNA 嘅喎，有冇時下 check 下邊啲 DNA match 啊？有冇匯報跟進啊？冇，係嘛？咁啊，淨係反而咧有記者就喺度訪問嘅時候咧，記者就警察就嚟揾啦。你訪問佢乜嘢啊？咁樣。咁所以咧有好多制度上面嘅問題，會令到就算揾到真兇都係冇真兇嘅。咁、okay.如果你見到嗰個8000多字嗰度咧，我有啲懷疑咧，因為卞玉英個胃入邊啊，係有一個大餐喺個胃度啊，佢基本上係食完一餐飯，見咗一啲人，先至俾人謀殺嘅，都未消化得切，就已經殺死咗啦。並唔係好似案情咁樣講，俾佢偶然咁見到悉心起殺佢嘅。咁我懷疑佢同學入邊有問題，係應該係估計冇錯嘅咧，推斷就係同學入邊有兇手。OK。咁樣，你睇下本書啊，嗰度有講。好好好，唔好意思，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我想問個司法制度其實是比較大一點的。其實我發現是著重程序正確，真相其實是被埋沒。咁其實點樣去成就一個真實同真相？呢個係令人好沮喪一件事。咁我自己精神科醫生其實都見過呢啲唔少嘅。咁更加覺得係攞嚟講啊，好多嘢都係。你留低電話俾我，你精神科醫生好有用啊，對我。一陣可以稍後再聯絡。我會買你本書俾你簽名時，我俾埋。多謝你先，好有用啊！你幫我寫報告啊，可以。唔該曬，好，我哋繼續問題係。哎呀，呢邊都有啊！唔緊要啦，問多兩個問題啦，問多兩個啦，係啦係啦。翁博士你好，你好。咁好，近排香港咧出現咗好多傷人事件，咁你作為執業律師咧，你想俾受害者同埋受害者家屬一啲咩意見咧？而家就人哋叫大都會，我諗咗好耐，我先至明咩叫大都會。我先頭第一下就明嘅，好多字咩內卷啊嗰啲嘢，躺平啊，我都要一段時間先明白噶。咁呢個咧就受害人當然佢哋要受害人就死咗啦，都冇咩好同佢講啦，係嘛？咁佢屋企人就唯有係，唉，都唔識得講，啲好不幸嘅事發生，咁就慢慢等時間去令到呢件事忘記咯。其實就冇乜辦法，咁你遇到嗰個人係嘛？佢有咁嘅問題，有病，咁最弊嘅就可能係有咗精神病，又再食咗毒品。啊，精神科醫生好，我冇講錯。即係有精神病嘅人又食咗毒品咧，就會出現好似嗰個叫做咩鑽石山嗰單嘢咁樣咯。因為嗱呢個點聽翻嚟咧？嗰日咧我咪去即係幫個印容做嘢嘅。咁啊啲阿 Sir 傾偈嘅時候咧，就有少少講，唉，剔咗嘢，哦，明啦咁樣。即係話好多時候咧，就一樣唔好嘅事，再加另外一樣唔好嘅事，就會發生一啲咁嘅嘢。咁你話有咩辦法？冇啊，你跟阿媽學功夫咯。佢喺 Facebook 度揾個徒弟啊，收錢嘅，幫佢做下廣告啦。咁其實真係冇乜辦法。但係嗰個鑽石山嗰單嘢，我都見到個朋友咧，嗰個憑情啊係好大。佢走翻轉頭兩次去救個朋友。如果佢唔係要救個朋友，佢可能唔會死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精神咧，對呢個人嘅精神應該係要認可咯。好，時間關係，我哋最後一條問題。最後一條問題，這個舉了手好耐啦，我都見到，真係唔好意思噶啦，真係。可以討論魚尾法案的，剛才那個巨鑽案就是魚尾法，那宗就是我唯一沒有寫的，因為 太接近自己了。但是我想都可能將來都會寫出來的，魚尾法還困了一邊。想問一下魚尾法案的陪審團的組成是怎樣，還有沒有討論過這個陪審團的組成呢？都是男男女女的，幾多個的？七個了。這個可以去看的，但是香港法律的制度呢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可以去探討陪審團發生了什麼事。陪審團走出來，那些陪審員走出來說我當時發生什麼事，他要拉坐監犯法的。那你走去刮呢，你去記者走去訪問去問呢，也都不行的。所以這個香港獨有的制度其實是不同美國這樣的，美國很多時候翻案都是因為發現了裡面有問題，我們不行。好，掣肘嚟噶。可能暫時咧嘅 Q&A 問題到此啦。咁多謝翁靜晶博士，多謝大家嘅出席。咁稍後咧就會有簽書嘅安排嘅。咁可能我哋請工作人員準備一下。